大胖虎，英俊，英俊，请回头。你看，我喊你的时候你要跑，完了我喊英俊，你还停住脚步了。胖虎这眼睛黄黄的，像土豆似的。胖虎，胖虎气坏了，这怎么用这个土豆当形容词呢？胖虎的眼睛黄黄的，像熟透的姑娘一样，是吧？英俊呐，胖虎你也上这吊床上吧。完了，你俩就同归于尽了，肯定得压塌。果果宝宝他俩平时关系特别好，有时候一早上一出来，他俩就在这里面趴在一起，关系好嘛。要不都是一个趴在里面，一个趴在外面。宝宝，哦，宝宝，果果，你俩长得，你说越来越像了。哎呀，英俊，英俊，胡大仙儿，老胡。对了。帅哥，完了，今天不答应了。昨天喊他帅哥，一个劲儿答应啊，喊一句他答应一句，生怕帅哥这个名头被别的猫抢去。你瞅瞅，人家小姐妹要睡在一个车上，你还偏得挤一下，你别把那个车棚子压塌了啊！瞅这个纸壳子，这个咬的都是胡英俊干的。之前这里放的是猫砂，然后这个胡英俊半夜他不睡觉，他就在这咔咔的咬，咔咔挠，就把那个猫砂呀啥，就是这种，他把这个纸箱全给咬碎，里面装猫砂的袋儿全给磕破，像耗子似的，然后猫砂就是撒的到处都是，这是让我清扫了，完了又留下了一点儿。英俊呐，你说你在上面一趴，那个果果都没有安全感。车老板这不都是在车前头驾车开车的？你跑顶上干啥去了？人天热，人家车需要敞篷。哎呀，那这大胖虎好安逸呀、胖虎，胖虎，胖虎，完了，天太热。心情都不好，可能都不答应。要平时一喊，那都非常愿意聊两句。完了，胡彦俊他就是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乐趣。你瞅瞅，果果快跑出来吧！你瞅瞅，他就是。想霸占这个车，人香车配美女吗？就算你霸占了，你算什么？香车配二哈，色 山，哎呀，色山呐，咱俩才是亲人呢。我叫胡英俊和胖虎，他们都不答应我，都不惜搭理我了。看来还是小孩子好骗呢。色山。你瞅一个个，你们怎么这么热？你不爱在这待着，是不是因为我吗？是因为我在这，你们才崇拜的去围在我的身边吗？果果，你看被胡英俊给挤出来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英俊也不进那车斗子里头。英俊，哎呦，不理我，一个劲儿在这舔腿。哎呀，英俊厉害了呀！你这不黑腿吗？这不舔白了呢？成功洗白了啊！厉害了！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胖虎，咱们回去吧。终于答应了。胖虎，胖虎，哎呦，胖虎，我回去了，太热了，受不了了。